报魏大勋团队热爱杨幂，团队通过七夕试水能否公开？魏大勋杨幂的恋情传了有一段时间了，他们爆出恋爱时距离杨幂离婚还没有多久呢。当两个人一起看展的时候，男方虽称只是跟朋友逛街，但又有消息指出二人疑似将于女方生日9月12日当天官宣认爱。日前有网友爆料七夕拍到一对在女星生日时公开，一句话引起众人狂猜。发文者透露，该女星之前婚姻口碑不好，会等一段时间再公开。男星路人缘还不错，七夕试水路人反应还可以，团队正在准备。8月8日有网友偶遇魏大勋和一位包裹严实的美女穿情侣鞋逛北京七九八，期间魏大勋贴心的帮女生买单，随后火眼金睛的网友发出该女生疑似杨幂，因为这位女生的衣服、鞋子甚至腿上的印记都与杨幂同款。与此同时，关于两人的亲密互动也被网友扒皮。七夕当天，魏大勋不仅微博发了 XYY， 意思是更疑似与杨幂组队，从下午玩游戏到凌晨两点多。对于恋情传闻，魏大勋虽然及时发微博称只是跟朋友逛个街，但是他13年来的光辉追星史令网友惊叹不已。据了解，早在2006年，魏大勋就曾在博客发文迷上了杨幂，希望以后有机会一起合作，甚至自曝为了杨幂一定要考中央戏剧学院。后来他真的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中戏，出道后跟杨幂合作过《明星大侦探》《密室大逃脱》等综艺节目，成为追星的成功典范。